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Peter 潘逸文，Ocean Hero 海洋英雄。所以大家知道，其實全世界的海洋又佔了幾多巴仙呢？70%。而70%的海洋咧，依家漸漸受到污染啦。污染大部分嘅咧係來自塑膠，塑膠其中有一種就是我哋所謂的水草。所以大家知道水草咧，其實我哋每個人是用一塊嘅啫，用一塊咧就掉。去咗邊度咧？就係慢慢漸漸咁樣進入咗海洋。所以大家知道依家海洋受到污染啦，而嗰啲魚咧就去食到啲塑膠，而啲塑膠咧，我哋嘅漁夫就係慢慢捕到啲魚。當啲魚捕到上嚟啦，我哋人類就去擺上餐台，而我哋食到嗰啲魚，大家想象下幾咁環保。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 say no to straw。Join us Ocean Hero Conservation Run 喺新水亞石崩，2019年3月2號，我等你。